照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我身上穿的这款来自 Kera 品牌，对 ，Kera 品牌是有 size 平。平时你们看到这种碎花上衣，你们都会觉得，哎呦，小件哦，没有 size， 错了，这一款我们是有 size。而且 S size 也不会太小哦。我身上的这个颜色哈，我跟大家说一下颜色方面。现在模特穿的这个颜色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颜色，它是米色。模特现在穿着米色哈。然后呢，后面刚才 Kera 一直穿着身上的就是黑色，然后蓝色来的。OK， 其实它是以蓝色为主，可能你们会觉得紫色。那么如果你们写紫色的话，我都知道你们需要我身上这个颜色啦。我和颖颖都是穿 S size， 然后 Kera 都是穿 S 的， Kera 也是穿着 S size 哦。这款它是没有 lining 的这个碎花面料，但是它一整件非常漂亮，就是完全是要 mesh 这种高腰的裤裙。然后我很喜欢它的袖子，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，它也是有这样子两层式的喇叭，这样子 flat 哦，它的这样子两层是来到去后面都有， and then 它的拉链是在后面。OK， 个人也蛮喜欢现在模特穿着浅色的 ，OK， 非常漂亮。这个颜色就是以黑色为主，就是刚才 Kera 穿的黑色 ，OK， 浅色漂亮。米色就是现在颖颖穿的这个就是米色来的。一整件你们不用太担心会太厚啊，然后就是很不服帖，不会，就是给你们 feel 一下它的那个面料是这么样的。OK， 是这么样的。如果你们是问我的面料的话，来，我再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是这一种 OK polyester 的面料。其实近距离它是还有一些条纹的，它还有一些条纹，不懂你们感觉得到吗？总之是一穿上去是非常非常非常舒服。